上桥左转弯。是，左转弯的明白。往哪开啊？谁让你毛左打轮了？你不是叫我左转弯吗？左转弯。哦，是吗？左转弯就毛左打轮啊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这是平面立交桥。立交桥还见过吗？见过。西直门桥、蔡胡营桥、三元桥、马甸桥，北京的桥，千姿百态。等等等等等，别犯傻了。再来一遍。注意啊，左转弯。这往哪边转呀，这个？我叫你往左转，没让你右转。这右也不是，左也不是的，到底咋了个转了？立交桥走法你不是学过吗？怎么一到桥上就乱了？学是学过，就是那木樨叶王八倒的，我记不住。别急别急，再来一遍。记住啊，过了这个路口再转弯。好。起步吧。是。慢点，慢一点。过了这个路口就可以拐弯了。对，大巴，大巴。教练，我这不是转过来了吗？转过来了，你现在已经掉到桥底下摔死了。下下下下下。明儿这立交桥给我走三圈，什么时候弄明白什么时候再上来。下去。教练，您是不是太……我知道您绝对是为老六好，替他着急啊。教练，您可是优秀教练员，别说这么一笨妞了，就是再难的您不也都给带出来了吗？教练，作为一个笨人，我特别理解老六现在的心情。我跟他们看法就不一样，要照我说啊，这种笨人就得这么治他。哼，该
该，凭什么老治我一个人啊？老六，啊，怎么样，弄明白了吧？啊，没有。哎呦，你这个笨妞啊，你让我拿你怎么办好呢？上来吧。上来吧。谢谢。别谢我，是你是哥师姐帮你说的情。老六啊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今儿上我都不练，可你一人练。谢谢。对，你不用谢大家伙了，谢我一人就行了。哎，上去吧，上去。老大，你以前不是想吃涮羊肉啊？干嘛以前呢？我什么时候不想啊？想吃也不能让你请啊。嗯，就是，你这不是骂人呢吗？跟你比，我简直就是公子阔少。哎，对啊，跟你比，我就是地主富农。哎，我呀，简直就是白领雅痞。我就是大腕贵族了。我跟你们比，我呢这样了，跟你们比我肯定是比不了了。你一穷人请客就算了，你钱自己留着吧。哎，谁穷了？我有钱。哎呦喂，有钱。哎呦，老六，这么多钱哪来的呀？老六，咱不能为点钱走上邪路啊。说这钱从哪来的？嗯，我带你到好好吃好吃好，然后咱们再弄没看下去，往他身上转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这个小姐新来的，笨手笨脚，你多帮多帮。不多事儿啊，去看。哎，这巧了怪了，这时候要个这了。哎，我们的果盘咋还不上了啊？骂出来了啊！哥子，不行啊，不行。来啊，里边请里边请。来，我说老贾，你带我们来这叫什么地方啊？啊，就这还五星级超一流享受啊？这你就不懂了。现而今的这个京城高层次的沙龙俱乐部都这味儿，不看装修啊，不弄豪华，关键是来这儿的人，你看看人家这档次。你看人家档次了吗？师傅怎么样啊？咱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大哥，走，别走。嗯，我到这儿来啊，是看我一个妹妹，都不许走啊。妹妹，签好的吧？这，不走也行，那得给我们开瓶 XO。我说老姐，哪个是你相好的？哎，小姐，来走。啊，小姐，服务员。哎，那边客人要成欧了。哎。不提 ，SO 先不提，先弄俩扎啤喝。什么扎啤不行？咱们这弄瓶干邑啊。小姐，是果盘、饮料，再弄条烟，每个人照1000块钱照卡。哎，等，先别走，我可以打听个人。啊，你们这儿有位周小红，周小姐吗？啊，有的。哟，老贾的相好，咱得好好看看。对。哎，来了，老大，你看，这咋还真来了？哟，别别笑，我在那个什么舞台歌厅啊，还真看咱们那老六了。啊啊，那笨妞真跟他干呢？哎，不是三陪吧？三陪就他。切，老六不干这种事，他想干也得有人要啊。你们是没看见老六那个扮相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老六是真不能捯饬。哎呦，那黑眼圈画了，那红嘴唇描的，比你差远了，比你还难看，绝对的啊！猫头鹰什么样，他就什么样。那什么？我们这正夸你呢。有没有还有没来的？你们北京人夸人是猫头鹰啊？啊，这个老大重色轻友，颠倒黑白。
有他这么说老六的吗？大头不许上桌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对。再说了，哎，你们说咱老六有他说的那么惨吗？没有，比老大说的惨多了。哎哎。不是，我说呀，啊，比老大说的强多了。哎，我是这意思。不过这话可又说回来了，一个人的心灵美呢固然很重要，可他外表的美观也是不可忽视的，尤其是咱女人啊。对对对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对，尤其是你应该注意一下。嗯，就是。你平时也够乐呵的，我都懒得看你，在家里这模样找你吧。不是，我说你不上那边这儿去。哎，我是我可好也是不出话。走了。所以呢，一个女人如果想在当今这个社会上充分的展示自己的才华，首先需要就是长得漂亮。包装，什么叫包装你懂吗？就是用牛皮纸啊把那苹果梨呀、啊、包起来再卖，要是橘子呢就套一小塑料袋。这包装自我。嗯，来站起来让我看看。站起来。哎，你小米子冲黄豆，你个头又不中，你咋想你？哦，他们班还是山西。哎，我走。走了，张国勇。走了。体型教练，哎，这脸型还挺有立体感，属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那种。嗯，上边摘点眼影，两边添点腮红，眼线可以再重。他请假了吗？口红也可以加浓。这头发往上一盘，耳环一戴，新潮时装这么一穿，人前这么一站，嘿，谁看了谁都吓一大跳，眼前一亮，一亮，知道了是咱小红妹妹随便的包装了一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国家模特队集训，十大名模溜出一个来呢。真的，三姐，那能变成名模啊？你以为呢？我不是靠捯饬。嗯，当然了。我就和你不一样了，但是你看世界上那些名模、美女、电影明星，哪个不是靠化妆、服装、广告给包装出来的呀？对耶，就像那些假冒伪劣产品，也要靠包装。我看我也到那边去算。老刘，咱们说干就干，姐姐我今天就在你身上实践一下，给他们瞧瞧。哎呦，先生，对不起、啊。哎，这姑娘挺漂亮的，我天天在这儿说，真没见过你啊。喝点儿。新来的，蹦手蹦脚。这。啊。雷哥，跳个舞吧。对不起，我不会跳舞。哎，先生，你的果盘。姑娘，配个可乐酒。你们卖艺不卖身。哎呀，小周，你今天打扮的可真，怪不得这么多客人都点你的菜。嗨，这些男人骂求的。上桥左转弯。哎，左转，明白。往哪开呢？你怎么又往左打轮啊你？哎，你不是说左转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给忘了，再来一遍成吗？开吧开吧。师傅，这回我摘对了吧？还对呢，你看看，你是往左转呢，还是往右转的呢？
老六，昨天进我这么一包装，效果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哎，就是马球费。小费没少收吧？小费倒是不少，就是空。干啥去了都？困成这样？加班加点干通宵呗。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要去了。瞧见没有？这就叫疲劳驾驶。这就是在咱们模拟的平面立交桥上，拐错了顶多罚走两圈。这要稀里糊涂真上立交桥，这一拐错啊！哎，这立交桥那么高，他不会眼看着栏杆往上撞啊？那也不一定，疲劳驾驶嘛。有人大白天平地还往树上撞呢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酒楼最后别让他去了。在这方的不是咱们设计。哎，小姐，金城，你还需要点什么？啊，不是你，那个就算了。哦，您说你打工了？还没来？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一样。不一样，啥秋月了？不要紧，我叫那个肖总过来。对，叫肖总过来。肖总，不要紧。哎，经理，您看这可怎么办呢？谁小时电话？没有，没有。户籍有没有？哎呀，也没有。这怎么办？行了，行哎，肖总，下面是古老的吴天龙先生演给周小红小姐的一首情歌，歌名是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，有请程先生。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。够笨，一到这王八岛立交桥啊，他一准往下掉，活笨死他。这老六最近一段时间精神状态不太对呀，有点魂不守舍呀。一点不错，哎，老六有点初期恋爱综合症的意味，临床症状是失魂落魄、四肢无力、头脑发热、两眼发紫。哎，我没招他呀。用你招？歌厅里的小白脸多的是，就经我这么一包装，嘿，没人给他点歌献花才怪嘞。点个歌献个花他就晕菜了，要不说这山里头人他不开眼。那是，这小姑娘还不好哄啊。哎，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嘿，要是有人请我吃个宵夜啊，我就你就怎么着。我没去过。不好吃。哎呀，这是够值的。老六，你琢磨什么呢？这俩包子不吃了？不知道，我在等你了。不知道，我别吃了，我吃的吃出事儿来我。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临床症状就是这个样子，一点不错呀。小红妹妹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？没有，三姐，我没有不舒服。我就是觉得头脑发昏，四肢无力，睡不好觉，喘不上气，好像发烧40多度一样的，挺舒服的。你就这样的，
哎，你是病了，赶紧看看去吧啊。嗯。世人哪知相思苦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哎，在这儿，苏小姐，陪我跳个舞。哎。这不是个小红妹妹吗？走。假如我说我爱你，请你不要惊奇，也不必望一望天，露一个似是而非的笑意。来了，哥们，哎呦，我说怎么着，咱们这小姑奶奶可一天没露面了啊。哎，别回头瞎冒犯死耗子，真棒一大款。他棒真的款，要棒也是假的款。也是，不说你自己吗？我是假大款，记得谁呢？我是真大款，不是，我是真假大款，不是，我是假真大款。哦，您瞧我这姓儿，说了半天还是假大款。哎，我这个假大款不管怎么说，回回请你上王府井传奇德呀，是吧？老六那位呢，不是我挤他，估计也就是个泛煤的小岛啊，跟外地民工差不多，请他吃个卤煮火烧，弄不好还得老六花钱买单。小姐，买单。好，这来多都剩下了，多可惜啊，要不打包啊，我们教练最爱吃鸭子了。先生，一共168。啊，这不用要了。你们教练要是喜欢吃鸭子啊，我单另请他。皮鲁哥，你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有钱呀？这算个事儿，你看哥给你买了个事儿。嗯，是个假的哇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假的，是天龙哥花10000多块钱给我买的，半两多重的真正钻戒。嗯，谁？天龙？哦，就这假大款吧？是啊，假大款，你说他了吧？嘿，这半两多重的钻戒他送得起吗？哼，陈天龙先生，山西天龙焦炭股份公司的董事长。接总经理，接总公司司，接的男朋友。哦，合着他们公司就他一人？对了。陈坚，去，胡说。他们公司有好几十，有好几千人了。嗯，像你这号的，嗯，就给天龙当个助手。助手。嗯，你呢，当个秘书。嘿，嗯，你了，你也就是个技术员。你一直是个矿工啊！我不会挖煤，让你这样的回回，当什么都不要你。还他妈要不要啊？回去，回去，去打桶水去。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让我去打水？是搞错了，平常不都是你打水吗？平常我手上带钻戒吗？我得，我雇你去提水。给你小费，不给我，你雇我，谁要你的臭钱？我要，哎，我去提水，跟谁置气啊？也得跟钱置气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就小人诈富吗？你没错。哎，你说谁了？老六是诈富了吗？小红妹妹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您这衣服看出来了，花花公子的啊，就这还花花公子呢。这事儿花花公子知道了，就合伙起了。天龙哥说了，我这衣服的颜色配着钻戒正合适。
老六啊，你可别不爱听，您这花花公子是假的，您这钻戒也是假的。小宋，假的？嗯，老三，我一直都想批评你啊，你这个毛病该改一改了。哼，不要事事都想拔尖压低人一头嘛。那我没，自己没有吗？就说别人是假的，人家可都告诉我了，你的这些首饰才是假的了。快收回吧，我跟你丢不起的人。哎，去去，我这是假的呀，我没说我这是真的呀。甭跟他一般见识，傍上一大款，不知道自己个儿是谁了。什么呀，钻戒有论两的吗？就是都论斤，那是你们家红薯。什么呀，红薯啊，红薯论吨。不是，哎，你们都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，你说这姓程的弄咱老六这么一个玻璃戒指，还弄说是钻，你说他什么意思？什么董事长，肯定是一企业倒闭了的。我还把话搁在这儿。山西老家不定娶了几个呢。嘿嘿，咱们老六这第三者啊，算是当定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咱老六已经掉入情网，正一往情深呢。咱们再用情网把他捞回来，用美男计呀。哦，咱们有人才啊，咱们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已经有小薇了。谁说他了？要说这事儿还得咱们假兄有为。我啊，要说魅力这方面，我的确比你们一般人强啊。那我也不敢招惹他呀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弄不好他造成误会，搞得有些人终生痛苦，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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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讨厌，张有为，这事儿啊还真不是闹着玩的。一个女孩子要是掉入情网，是什么糊涂事儿都干得出来的。一定得管，不单得管，管好之后啊，我还论功行赏。真的？那是。那好，我就助人为乐一回。好。就是哎。小红妹妹。嗯，哎，喂，这小红妹妹是你叫的吧？那个叫我们天龙听见，还不得跟你急呀、啊？急？我还跟他急呢。你急得着吗你？你送了送的人了。我，我是你师哥呀，咱们都是一个车的，大伙都特别关心你，特别是我。你们关心我？背地里啊还不知道怎么怂我了。嘿，这我还不知道呀，我跟你们怂别人，我不知道损多少回了。那是，不过这回可不一样啊，这回可是真关心你。你说你大姑娘家是吧，真要是吃了亏，被人啊，别人不心疼，我还不心疼呢。你哦，那不就是你吗？哟，你这么一心疼，我还真没小心了。想当初你把我骗回家，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。我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把你骗回家？好。走了啊，我爱你。嗯，是。你要咋定我？嗨，我爱你。还别逗了你，你不是说非三姐不娶吗？那是啊，那是虚晃一枪。是吧，其实啊我早就瞄上你了，我的心里头一直都默默的爱着你。现在我才明白爱人很痛苦，
被爱才是幸福。哎，老大，这些话你为什么一直记在心里？你要早说出来多好啊，现在晚了。我生是他成家人，死是他成家鬼。老大，你就想开点吧。二勇过来。哦。哎，怎么样啊，老大？怎么样，老大？来，我一点什么钱都没有。我他妈还是想抽他。别急，别急，慢。还是魅力不够吗？只要换了我，我就不信他刀枪不入，油盐不进。哎，你别说这事儿啊，你还真得跟老六说清楚。这姓程的十有八九是一骗子。对，人家爱不上你没关系啊，毁了你对手就行啊，想想办法啊。又进来了，又来了，上了他，上了他，上上上，再让人给分回来，可别回来见我啊。我们走啊。哎，我试试。哎，上，快去，快去。坐这儿，坐这儿来。真棒，这样我看着。师傅，你也要一可乐。赵红。啊。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。醋呢？真是呀，这么严肃。你要向个求婚可晚了。想得美。你听我说，那个程天龙，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消息，是个骗子。是呀，哟，你掌握到新消息了，说给我听听。对，就拿这个钻戒来说吧。哼，又是这钻戒，说来说去，不就说这个钻戒是个假的吗？哎，假的咋了？你喜欢？你并不是卖给我的，骗送了。说到骗子嘛，你眼前就有一个著名的假大款。哎，你慢点。别人不清楚，我还不清楚你吗？贾总，你那三十人不到的广丰制衣厂又几个月没发工资了？住嘴。哎，你欠人家原料款还没还上了吧？我替你接过多少次催交电话了，你忘了？哟，脸红的。哎，别别别，我不跟你说出去啊。怎么着的？这回这人要是往火坑里头跳啊，挡都挡。切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回来见我呀？我哎，这也不能怪老大。嗯，老六如今得的是恋爱晚期综合症，其临床表现为，六亲不认，好歹不分，病入膏肓，走火入魔。哎呦，那不没救了吗？反正我是没招了。伤心为了。哎，咱们事到如今呢，也只能玩邪的了。说什么呀？玄冰，快快快，说什么？向前传，零六还没有出现。明白。往前传，零六还没有出现。往前传，零六还没有出现。传什么传呢？零幺在厕所，我传得了吗？我飞仔，这回这个姓周的小妞多少钱成交啊？五千，甬道西边埋出送那个最爱一杯。哎，那他不会起疑心吧？不会。陈老板已经把他彻底录用了，保证乖乖跟俺们走。哎呀，我说咱们又不认识这个陈老板，不会放鹰耍咱们吧？讲好了在歌厅后门交货，扔到了手早就不由得他了。哎呀，我看还是小心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是那情况不错。这事能保险？哎呀，他敢耍什么活头。现在出现了紧急情况，这个程天龙根本不是什么破产企业家，而是一个拐骗集团的主犯。他们的阴谋是要在今天晚上拐卖我们的阶级姐妹老六周小红同志。不是真的坏蛋，那我们是不是来不及了？我们必须戳穿他们的阴谋，救出老六，不怕死的，跟我走。
哎，陈老板，咋就弄了个老的？你谁老谁老啊？你才老！哦对，我老，我老，我老。哎、不是他们，走走。哎，快跑！不是，这得追，这他们跑了，这得追的。别追他们，我们要的是程天龙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别着急，我去。你是肥仔啊？这啊，对对，这人呢？不不不，换钱呢、啊？怎么样，程老板？5000块一分不少吧？没错，我马上把人带出来。记住了，我骗他回山西结婚、嗯，马上把他送泰国。嗯，你们几个是我的表兄弟，记住了，千万别出岔了。嗯，一出气马上出手，记住。天龙，天龙哥，咋地了？你要卖我？我，你刚才还说你永远爱我了。我是真的爱你啊。前两天有个哥们儿出4000块钱，我都没舍得卖你，想留下自己用。可这位大哥出5000块钱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啊！抓住他！好！你们太恶了！抓谁呀？抓错了！抓住你！啊！什么？抓住他！抓住！不要死你了！对，没想到吧？你得救了！我绝不住了！我是得救了，可我从你往后咋地接受了？哎呀，你再这么对，我跑死你了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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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！看见了，别动！哎，都下来，都下来，都下来！你们都听着啊，我听着。今天我给你们留一个家庭作业。又是练的腰酸脖子疼的，还留？你想？哎呦，姐夫，你看你还这么心疼我呢？一边去！我这是让你们代表我去看看老六，啊，都得去，尤其是老大。我今天有点事儿，我必须去。当任务完成，明天我要看老六欢蹦乱跳来学开车。来不了找你们算账。行，走，再见啊，教练。啊，再见。走啦，教练。啊，再见。哎，小红，小红啊，小红，小红妹妹。小红。哎，小红。小红，我们看你来了。小红，你看。小红，好点了吗？对啊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怎么样了现在？这找人啊，找人啊。老大他为什么不来？我知道了，他是不肯原谅我了。啊，哦，嗨，那来进来吧。进来啊。哎，老大，哎来。
维哥。喂喂喂喂喂喂喂，有维哥也是你叫的？哎，小红妹，有维哥，我明白了，最爱我的人还是你。是啊，是啊，不是啊，我是第三姐。第三姐不过是虚晃一枪，啊、其实你早就瞄上我了，对吗？没有啊，你还说你一直默默的，嗯，咋的说了？嗨，我一直默默的爱着你，不是我他不是你，那也明白明白，哎，走走走，快点。哎呀，老总，老总，哎，老总，老刘，这星期，这课你落下不少是吧？这个评判力要求啊，我得教教你啊。你看啊，这是同学的镜头，每回啊，就拍到这儿的时候。让李娇娇，李娇娇明白。左转弯，左转弯明白。千万别在这拐，千万别在这拐。别过来，别过来。好，还想我们走？是，王爸明白。啊？是开向王报道明白。答应的啊，事成之后论功行赏，赏什么？哎，说，赏俩老玉米，说说说。